防水施工人员独自使用停放在施工现场的自卸式电动三轮车，将八卷防水卷材运送到盾构井以南的路边。将南侧东起第二、三块围挡拆除后，驾驶三轮车将车尾朝向盾构井，倒退至基坑边缘，计划将车斗内的防水卷材倾倒至基坑内。